只有野兽和神才能忍受孤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却需要因为你的离去才能完整。我只能当自己的大树，成为自己的海洋。但如果说你是假的，那什么又是真的呢？那是给爸爸妈妈的。哎，不行啦，我们应该等爸爸妈妈回来再拆。请注意，我们即将要启程，请各位旅客系紧你扑通扑通的心，并随时要注意突发状况，冒险要开始喽！你不要闹了啦，照顾的吧。哎呦，哎，你看。你该不会是钥匙仙子吧？我现在必须想出第372万只的万能钥匙实验模型，所以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，我不能分心。什么是万能钥匙？
不行，下一支一定可以。仙子，什么是万能钥匙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忘了解释，让你有误会了。万能钥匙呢，就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锁的钥匙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很万能哦。所以，钥匙圈只是小偷。我？怎么可能？那种伤天害理的事。那不然是怎样嘛？我是整栋社区的清洁人员。我的身上总是带着一大串的钥匙。某天下午在打扫的时候，我太太突然打电话给我。她是一个忧郁患者，你们知道，但她突然发作了，一直哭，说要自杀。我叫她不要哭，等我回家之后再说。她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当我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却找不到我的钥匙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把所有的钥匙放在同一串，而且那个钥匙全是他特别为我做的。我一直打电话，一直打，铃声穿过门口不停的响，但是就是没有人接电话。你能想象心爱的人永远失去的痛吗？喂，老婆吗？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这次一定很快就到家了，你要等我哦。我们直接找出你的问题，订正改错。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么简单你也要问？看一下课本后面的解答，不然问旁边的同学。每个人都有问题嘛，谁没有问题呢？就看你怎么看待喽。老师，那你有什么问题？我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。我们现在要来处理你的问题。老师，我现在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你这样叫没有问题，那你干嘛一直结巴？他后面一直结巴，那是我的问题咯。我们来抽签。抽到你的，这题问你，你对封闭自我的人生有什么看法？我，老师，什么是快乐？你以为只有你学不会离别吗？不知道这些就会解决，不知道人终究是过动的吗？我都说了啦。人终究是会寂寞的，是这样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感受也只有自己知道。就算有人陪你一起，有一天他也会离开啊。那你也会离开我吗？你要我在，我就会在。都会消失的。都会消失的。不
管再怎么喜欢这个工作，再怎么喜欢这群人，都会消失的。你们是谁？这里是我们家啊。你会冷吗？嗯，给你。谢谢。跟随自己的心，只要心中有爱，随处是爱。流星闪烁，尘埃飞逝，当一切离你远去，你还有自己。时时刻刻鼓励自己，跟自己对话。人生终究是孤独的，但是不用害怕，当下即是永恒。我知道我将面对许多寂寞的夜晚，我知道我心里的不安和害怕，虽然不能阻止眼泪流下，虽然还有些迷惘，但已经道别就不能再回头看，我们要头也不回的离开。你乖哦，等你长大一点，爸爸妈妈再带你一起出去玩哦。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真的好奇怪啊！球球，球球，又乱了！我才刚想好最精彩的部分，你烦不烦啊？截稿日期快到了，我却没有灵感，完蛋了，全乱了！你们全家人都是一个样子，自我中心。球球，别叫我舅舅。你爸妈一年中有半年以上都在游山玩水，说什么寻找自我，其实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他们才不是这种人嘞，不是吗？啊？那他们为什么把你丢给我照顾呢？啊？你不要羡慕人家这样哦。哼，我羡慕他们，对，他们可以拥有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啊。谁知道他们在背后怎么说我？小说家。明明什么鬼东西都写不出来，还为了省钱寄宿在他们家。他们一直都很看好你，他们又不是这种人。哦，是哦，所以都是我误会了哦。那报应为什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？他们去什么破国家参加抗争，结果白白被刘代给打死了。闭嘴闭嘴啊！我们
爸妈妈没有死掉。知道还把小朋友留给你。没事了，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，所以我先帮你动手了。这是一个刻意或非刻意、充满敌意的世界。你们相爱、争吵、互相包容、互相伤害，而你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啊。可是外面很危险。危险的是你不敢面对。危险的是我不敢面对。你的手环和我一样哎，我小时候就戴着。是哦，这是我之前旅行中遇到叔叔阿姨送我的。你从哪里来啊？我来自世界各地，我现在还在旅行当中。有爱的地方就是家。你都不会害怕吗？害怕？当然会啊，而且我还只是一个女生哎。虽然说是自己一个人旅行，但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身边充满了人群啊、笑声啊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自己独处，听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，成为真正自由的人。自由？是啊，自由。生在这世界上，不受这世界主宰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受到什么样的痛苦，都能够在心境上获得自由。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人。而且你看，这个手环，阿姨告诉我，这手环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幸运。她要我在旅行当中，好好想想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。你呢？我现在还在旅行当中，有了答案好想赶快告诉叔叔阿姨哦。10年了耶，
希望他们还会记得我，所以我寄了很多很多东西给他们哦。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那时候的合照。你知道吗？我只不过是做了你想做的事情，成为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什么意思？必须要正视你自己的心啊！我有啊。你自己清楚。你总是有话不说，想又不敢讲，又缺乏行动。还躲进自己的小圈圈。你遇见这么多人，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困难跟烦恼啊。你以为只有你吗？但我又不是他们，他们也不了解我啊。我了解你啊。你必须要做出选择，走出去，或者留在这里。不要，我觉得我现在很好啊。对啊，你假装你爸爸妈妈还在旅行啊，你假装你没事啊，你封闭你自己啊，又拒绝跟别人相处。我知道你很好，你假装你很好。每个人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，总是会害怕。但害怕中也会有期待啊。你会照顾自己，对不对？现在关键在你，你要离开这里，面对真实人生。我不要，陪我，你陪我一起，没有你我做不到，没有我才是你面对自己人生的时候啊。要勇敢，你知道你喜欢的人都在这里，但是你也知道这些都不是真的啊。
开家，就勇气面对人生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好好道别。你以为你真的伤得了我？拜托，我也不会让你背就这愧疚一辈子。所以你要陪我继续一起？我当然不会啊！你不要离开我啦！你一定觉得很累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再烦你，我真的不会了。记得要勇敢哦。你不敢做的事，我帮你做。准备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了吗？